在游泳池被他认出来，现在超偶哪一个走在路上不会被认出来？因为老师说我气有问题，然后我就很常去游泳练气，然后我有一天穿泳装戴蛙镜戴泳帽竟然还被认出来，然后我就非常尴尬，就赶快游走。对，就是戴蛙镜戴泳帽蛙镜还被认出来，他们是不是认出你的耳朵？就赶快就是最快游走啊，因为很尴尬。他真的很可爱。好，今天要唱就是朱丽静曾经表演过的歌曲，哪一首？崇拜。梁静茹的崇拜，掌声鼓励，欢迎罗晴。你的自在，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。你以为爱就是悲哀，你请你演唱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要麻烦珊妮老师。罗晴每次诠释每一首歌都会用不同的演绎的方式。今天这个歌其实它所有的韵，它所有都收在 I 的那个韵，所以像原唱梁静茹在唱的时候，像第一段它其实它会有很自然的吐气，那些气息其实会有很好的空间感，它会让人觉得很感动。但是因为你完全没有用这些东西，你所有的东西因为它是 I 的韵，所以你所有都是用鼻子收掉，所以其实没有那个空间，而且所有咬字其实字都被你含住，所以其实整首歌的咬字都不是很清楚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方向的处理我觉得并不是很好听，对于崇拜这个歌我觉得今天唱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老师。会紧张吗？一点点。好，我希望目前在战争示范区的分数是41.6分的陈伟林，您要以上才可以过关哦。好，我们要看小太阳罗晴的分数。